吃饭今天吃鱼，还有红烧猪蹄。这个鱼没咋透。红烧猪蹄，也以红烧王调味酱，发八宝的活动来了哦。太香，我们四川香肠。好香，像没个下饭菜不得劲啊，弄个酸辣生姜。
请进。拿一块猪蹄跟我娃娃留着，云南天山雪莲果，这个就是水分，水分超多。清甜清甜的，就是控糖的姐妹们可以去吃。这水分好多。这个是雪莲果，是现挖现发，五斤大概就是六到九个之间。这个不是土豆，这是雪莲果。然后有坏果包赔的啊，姐妹们有坏果联系客服。好多水分，这个都是现挖的，还有那种泥土。